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王一博高奢代言，安排的顶级牌面，亲邀国际摄影师倾情长进。开屏的惊喜是否被 UNIQ 王一博的顶奢代言给震撼了？的确，拍摄的角度很特别，一眼看去仿佛变了一个人。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惊喜反差感呢？这是来自于王一博的顶级全球代言蒙可莱蒙可，新邀全球知名肖像摄影师 Platon 倾情掌镜拍摄。今年是 m a n e l e r 品牌七十周年，王一博成为了该品牌首次官宣的全球代言人。这次特邀飞升国际摄影师 Platon 掌镜拍摄了七十周年特别款羽绒服，独特的视角、非凡的体验，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传承跟拥抱非凡的创新式体验。 都知道蒙可拉 Moncler 是羽绒服中的爱马仕，限量款更是一件难求的程度。匠心设计，演绎经典，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独有风格。作为顶级品牌，对于这个顶级的代言人王一博，自然是安排上顶级的牌面。预热的时候，更是打破了传统，三波预热，隔天就官宣。如今呢、啊，更是限定款加七十周年特别款上新。 更是请来了享誉全球的肖像摄影师波通来长进，可见这个牌面给足了这个顶级艺人王一博如此的重视程度，让很多时尚圈都大为惊叹。王一博的知名度跟人气果然在全球都备受瞩目。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位肖像摄影师，他被称为肖像之王，在他的镜头里的人物提起来，相比大家都耳熟。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些人，都是他镜头中最常见的角色。 从鼻尖底下拍摄的普京，不可一世的卡扎菲，还有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奥巴马，都是他镜头下的人物，很有魔幻色彩的一位艺术性肖像摄影师。能够邀请到他来长进，足够见得王一博代言的蒙可赖蒙可尔是下了大手笔，更是对他的重视程度，也是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标志。毕竟这两年在北京冬奥会上出圈的羽绒服，都是人家专属打造，更是冲上了热搜。回过头来。 咱们看一下这次镜头下的王一博，着实有种莫名的特别。浅笑与淡然之间，黄色的特别款羽绒服穿上身，凸显得更加暖意十足。不同于官宣时候的绿色羽绒服，主要是针对王一博的绿色专属。这次的黄色更主打了中国市场，黄种人的专属。黄色的暖色调，可见蒙可赖蒙可的用心之处，如此的重视中国市场跟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。 牌面跟特别款都代表了开拓亚洲市场的决心。王一博的商业价值在随着他的知名度的拓展过程中，逐渐被大众所熟知跟认可。这是 Z 世代中时尚跟商业价值最为凸显的一位，更是主流备受推崇的一位。其实我们都很清楚，王一博作为爱豆出身，通过影视剧爆火，一跃成为顶级艺人。但是爆火后，他的路线走的却是主流市场定位，这让他褒贬不一。 红与黑并肩，争议声不断，但都只停留在中国娱乐圈而已。他上脚的鞋子引领了潮流，跟追风热潮，鞋圈的财神爷。他上身的衣服抢购一空，成为了时尚 icon，更是把女装大佬的名头响彻大江南北，更是被出圈追捧。追星女孩如果不想塌房，起码可以关注一下王一博，事业心足够带来十足的安全感。 慕强者总有一种韧劲跟奋斗不息的冲劲，让人赏心悦目的同时提升幸福感。都说小妖爱吹，是因为有些人的存在值得吹一下。